后尾这间册店内面来了真侪小朋友和囫囵舍友，这一天小朋友会当伫医生内面购买家己需要以及介意的册本和文具。你现在之前烂到什么程度？要不要形容一下？破掉了吗？破掉。破掉还有落那个漏掉的那个叶了，对不对？漏叶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要买画画本，还有舞蹈的。所以今天阿姨可以带你们来买，开心吗？开心。等一下去吃麦当劳，对不对？对。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等麦当劳呀？为什么你要等麦当劳？因为很好吃。一旦破纪录就要买新的，对大部分的囡仔来讲，不是困难的代志。但经济比较有问题的家庭，都要想真久才有买的机会。小朋友的笑好，也是因为后尾中央呼伦社愿意再次举办活动的原因。都不会说我不够，他会说我这样买会不会超过了？然后就是会在一定的额度里面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借此活动能抛砖引玉，让各大众人。更多的人来关怀我们弱势儿童。小朋友拿看册，胡伦社阿姨就伫边啊，给因意见，陪因找出上需要的物件。这款的陪伴，和家扶中心非常感谢。那我们觉得，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小小的机会，能够让他们满足一下，尤其过年到了，让他们有点好像是过年的礼物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活动。那很感谢，还是感谢我们的中央胡伦社的所有的美女，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。50位小朋友，每人600元，买了可以当去吃寿司。中央胡伦社美女用最温暖的心带给家父的孩子满满的爱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